正确洗手，向疾病说拜拜。洗手五步骤。第一步，湿。打开水龙头，把手淋湿，抹上香皂或洗手乳。第二步，搓。香皂起泡后，将指尖、指缝、手心、手背搓洗至少20秒。第三步，冲。在流动的自来水下冲洗双手，要将泡泡洗干净。第四步，捧。捧水冲洗水龙头后，关闭水龙头。第五步，擦。用干净的纸巾或手帕擦干双手。